老师上课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森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森森。嗨，大家好，森爸。还有小小爱在这边。我们将要去哪里？我将要去台东，我的牛奶糖吃完了。我们要去住一间恩妈很期待的亲子饭店，但是在去饭店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去骑脚踏车。我们要去博朗大道玩。对。耶、yeah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喽。出发。安安一路睡到目的地。我们先去租电动车，如果你想减肥就可以租踩的。对，不过我们不想减肥。好，走吧。Go Go。这小七的妈妈。小七妈。大家可以追踪他的 IG， 帮你把 IG 打一下。走喽。出发喽。出发。全美行，他说当地人推荐的铁路便当。开动了，很丰盛的便当。时尚是什么？时尚是一个地名。你刚刚不是看到很多道吗？弟弟睡醒了。还不能，我要买冰棒。你要买冰棒？我们想要去逛另外一间很大间的。啊。好吃吗？很好吃。好啦，我们要出发了。买完东西，我们就要回饭店喽。对。亲子饭店。饭店。安安，期不期待？嗯，那我亲子饭店。游乐室玩了，可以啊，玩热，那我要去游泳。好，可以去游泳。这天气游泳可有点冷。好啦，我们走了。安安的脸颊自己抓了一撇。弟弟呀，你有没有开心？弟弟终于睡醒了。还有睡饱都会很开心。到了，这间叫池上直销驿站。农会的，走吧，我们进去逛逛。我们要买一点饭。哇，米的可乐果，我想要一包。对，米的可乐果，宝宝迷你磨牙饼哎，
个六个月以上的幼儿也可以吃的。好开心呢、啊！我买了一只，要回买回家。哇，一只很可爱。安好可爱，安安跟甜饼干。好好好，怎么结账？他会不会在我们回家前就把饼干全部吃光？没那么厉害，走啦走啦，走回家了。弟弟的包装你的，我弟弟拿。你知道我刚刚发现一堆人都是一整箱一整箱带的，可能要拿回去送亲戚朋友。对，慢慢吃。那我们到饭店了。对，我们今天住的是和风行展度假饭店，耶、yeah!。这一间饭店很漂亮哦。对，对，就是也是亲子饭店啦。对。走吧，我们赶快进去。刚刚柜台给了我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赛车体验券呢？对，一个人可以开赛车。电梯来了。好漂亮哦！哇。哦，好累哦。真的，我们到了都天黑了。对。他可以帮我找501。501在哪里？欢迎光临。后面有什么？哇，有溜滑梯。直接跑掉。哇，有游泳池哎！哇。哇，游泳池好大哦。你搬来箱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哇，一箱的积木哎。马上弄乱。嗨，安安。安安也对玩具很有兴趣。安安最喜欢玩积木。嗯。我们今天住这个河马亲子房，它是有浴缸的，我就为了这个来的。它有这个气垫城堡。然后还有游戏室，然后还有赛车场，还有刚刚看到的游泳池。他们现在已经忙着煮积木了。然后是弟弟就在旁边看。对。然后他有点心吧？哪里？我有这个释迦饼，都是台东的名产。对，无果蔬。还有这个红梨谷物棒，非常好吃，可以吃吗？好，可以啊。好吃。哇，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已经煮了一个火车出来了。3-4分钟前就煮好了。开走了。啊！弟弟好开心啊！其实这里有浴缸可以玩，我小孩就是要地浴缸。真的，安安最爱的。安安最爱的。那我在想说，他这个之所以做雾面的，是因为小朋友房。儿童房的话，可能怕小朋友。在浴缸玩水会有危险吧，所以就做成透明的玻璃。透明？对，浴室是透明的。那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啦，是毛玻璃啊，看不太到。看不太到。对。为什么你的玻璃脸变形？哈哈哈哈哈！太小了，很难穿。等等等哦，好，我要去游泳。对对对。终于要去游泳了，我是怕弟弟会冷，因为弟弟只有穿这样子。哎，风比想象中的小哎，我以为会冷，但还好都没有人哎。因为他现在是剩，就是要预约才能下去游，所以在这个时段就是我们的，超开心的，但是跑超快的，一度很想要赶快下去游泳。对啊，那也是冰的。而且是透明的，但是我们刚刚趴在那个窗户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看我。这是美人汤，美人汤呢？妈妈，我们的亮亮啊，对，乐的。穿那种薄薄泳裤的，他想溜走。
好，你下来，妈妈帮你看。这一身啊。对啊。嗯。来。什么？来什么？手来接，手来接。嗯。掉下来嘞。那你有很痛吗？嗯，没，完全没感觉。好了，你很勇敢呢、啊。拔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牙齿痒痒的，然后完全没有其他感觉。大家早安，天亮啦，刚刚起床咯。早安，你的牙齿掉了、嗯、对，昨天半夜的时候恩恩的牙齿掉了。哇，安安也睡饱了，恩恩呢？恩恩在玩火车，恩恩在看外面。准备好了，好，我们下去吃早餐吧。好的，吃早餐，走吧，吃早餐。好，我们到餐厅了。对，和你一起吃饱饱。宝宝用餐中。宝宝来，你的早餐。宝宝一次两片，这么霸气。他直接抽走了。好。好啊。一片哥哥想吃。好啊，哥哥吃。还不开心呢、啊？第一次出来玩呢、欸。来台东一定要吃米苔木，而且它这里就有现做的，真的。对，它还有汉堡。台东必吃哎。汉堡包 DIY， DIY 什么意思？它的意思就是你拿汉堡肉，然后自己过来夹就行。厚的汉堡，天哪！噔噔但是我外面一个汉堡大概要80块。好，弟弟一直想要。我们的早餐一定要很美，不能只有这样。所以我已经帮他预留好这边空间了，一定要摆得漂亮。然后再淋一次番茄酱，而且番茄酱要几个？您已经变成早餐店老板娘而已。真的。来点花。刚刚你看，刚刚你的汉堡哎，这样漂亮吗？漂亮。再来一杯早餐店的邪恶奶茶。刚刚你的特制早餐，奶茶配汉堡。对。谢谢妈咪。这是什么？小黄瓜，你最爱的啊。好，走吧。走，开赛车。哎，儿童电梯，所以是儿童吗？儿童乐园跟赛车场，还有气垫城堡，开心吗？嗯。这么熟。弟弟很兴奋，弟弟超兴奋的。弟弟刚睡饱。我觉得他这里装饰的好漂亮，他这里的。这是为了小朋友用。对，而且字都有注音。走吧。
丁丁啊，猫咪，三只猫咪，可爱哦。拜拜，妈咪加油，冲啊！玩具店城堡。游戏是真的很多，这间就秋次。我觉得我刚刚那个气垫城堡我不行，我觉得那个太晃了。只要有小朋友就晃晃晃，然后就全部人都晃晃晃，像海浪一样。我喜欢那种平平的，对，不会晃的。啊，刚刚躺平在里面了，他累了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恩恩老师，我们下课喽。下课。喜欢恩恩，记得订阅恩恩老师哦。大家拜拜，拜拜。回家啦。对，我觉得第一次带弟弟出来，他表现有100分。因为他在车上都在睡觉。拜拜。